好，那今天总共会有六个动作。第一个，脚内侧传球的动作，使用球网带，击球，让球保持稳定，不旋转。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一只脚站很久，那你就一直把脚放下来，也没有关系。那尽量使用膝盖以下的部位做动作，不要整只脚抬起来。那如果没有球网带的，就使用墙壁，一样可以达到效果。那第二个动作就换脚。那第三个动作呢，保持这个动作，也就是你们传球的动作，维持一分钟。OK， 那第四个动作换成脚背，也就是射门的动作，一样使用膝盖以下的部位，球尽量不旋转。好，那第五个动作换脚。好，那第六个动作以射门的这个踮脚尖的这个动作踮着维持一分钟，就这样，总共六个动作。那间隔会有大概五秒的专场时间，因为这次的动作比较是偏肌力的动作，没有太多的心肺耐力，所以我中间的休息时间就没有安排得很长。那六个动作结束以后，会有一分钟的休息时间，再换下一轮，总共会做三轮。那我们就开始喽。来，第一个内侧。
众。你看我刚刚在记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嘛，这个都可以，你自己你觉得想要多练一点球感，那你就多触球，那你如果想要练一些身体的协调，这种踢的动作，你想让它做流畅，那你就可以把脚放下来。这个动作，脚踝的地方都会蛮酸的。那如果你觉得有点快要抽筋了，休息的时候可以把它拉一下。
刚在做那个射门的动作啊，如果你觉得这样子踢对你来讲已经非常简单了，你也可以像我一样把球拿的稍微侧一点，练这种身体稍微侧身的射门动作。那至于那种颠的这种动作啊，主要是建立你们这边的肌肉群。有一些人说到你们的脚踝很难收紧，尤其射门的时候，那趁现在防疫期间都不能出去的时候，多把这个脚踝的肌肉建立起来，对你之后在练不管是传球还是脚背的时候，都很有帮助。没错。侧的时候，球就很容易转。
早的球感比较没这么好，然后我就多练触球。结束了，踮脚。今天的动作哦，虽然大多是肌力的训练，但是做久了，还是身体会疲劳的。今天就这样，来。